在职场上，你是否有用 Excel 处理大量繁琐资料的经验？用手动的方式不仅浪费时间精力，也较容易出错。VBA 可以让资料处理自动化，只要录制剧集、修改程式码、按下执行，电脑就会帮你自动完成，轻松又省力。如果你在职场或者是学校里面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，那么你可以透过 Excel VBA 迅速有效率的完成重复性的工作。不仅如此， Excel VBA 也可以搭配统计图表，不需要撰写复杂程式码，就可以做出令人惊艳的 infographic， 让你的提案精彩，报告满分。我是陈志扬，现任微软 MVP 以及 MCT， 在许多企业以及学校担任讲师，并且在2011年获得微软 MOS 全球最佳教师的肯定。在台湾深耕 Excel 程式技术超过20年，从代表台湾参赛到担任指导老师，从07年至今已经累积超过三个 Excel 世界冠军。在这堂课程当中，我们会先学会 Excel 的环境设定、剧集的录制以及修改录制之后的程式码。这门课的核心我们着重在于资料处理，你会学会大量的批次处理资料、资料筛选、图表制作以及自定函数的建立，最后会让大家实战应用课程上所学到的技巧，抓取网络上股票的资讯，并且绘制统计图表，让数据一目了然，一图解千言。在我们的课程当中，我们会提供许多大量的案例，会跟各位分享这些案例的思考逻辑，将这些思考逻辑转换成程式码。每个案例都有属于自己的作业以及讨论区，让各位可以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。学会 VBA， 让你的资料处理变得轻松省力。